谢老街啊，以前我们乡下阿公阿嬷的买菜都要来这里买的、啊、嗯，尤其那个拜拜的时候都要到这里来买菜会多、啊哦、他买很多古老的东西啊，布料啊什么都要来到这里来，那也很短呢、欸、那不到400公尺，老街热闹的地方不到400公尺。过来，绿灯为什么没有在走啊？应该几台车啊？我们就可以进去了。